美好的画面，将韦恩带到了嘉良面前，要邀请嘉良，我们看着眼前的岳父大人。未来我们有很长的日子要一起度过，我会一直牵着你，陪着你，护着你，直到我们的人生旅途结束。我爱你。好好的拥抱。袁静是我们嘉良在演艺圈最亲近的好哥们，思琳呢是我们韦恩在多利安时期就认识的好朋友，全明星红队的伙伴，韦恩也是我们红队的伙伴哦。能够在红队相遇是一个缘分，林杰也是红队的伙伴，刘洲也是红队的伙伴，在红队有非常非常多值得回忆的片刻。欢迎优尼以及欣琪，优尼也是红队的伙伴，欣琪也是红队的伙伴哦。今天都特地前来为我们新人见证祝福，大家的掌声。是他期盼已久的时刻来到了所有人面前，也在这里要邀请嘉良转身面向后方这扇辛苦大门，好好的看看这一扇门的后方，有一个女孩决定要跟你相守一生。是位父亲带着自己的宝贝女儿来到了幸福大道上头，爸爸用他全部的爱要来祝福我们新人成家的这一刻。在爸爸将韦恩带到了嘉良面前，要邀请嘉良，我们看着眼前的岳父大人，我们稍微转身先给岳父大人一个深深的鞠躬礼，爸爸谢谢你，一鞠躬。而接着也要来邀请韦恩，我们转身面向爸爸，好好看看你身边的这个男人，他是你来到这个世界上第一个抱你，用他全部的爱在疼爱你的人。爸爸今天也站在你的面前，要给你最多的祝福，邀请韦恩上前给爸爸大大的拥抱。谢谢你爸爸，谢谢你总是关注着我的需求，谢谢你总是给我最好的。那我们新人也在此刻拥抱完爸爸之后，要邀请所有人共同见证，爸爸要将手中的宝贝女儿托付到眼前这个男人的手中，请爸爸交手。交手的瞬间是责任的寄托，接下来韦恩就交到嘉良的手里了。那现在要邀请嘉良跟爸爸交换位置。交换位置呢，也是代表接下来嘉良跟韦恩两人会共同创造属于两个人最美丽的新家庭。而爸爸也站在新人的面前，新人要用一个最深最深的感恩鞠躬礼，谢谢爸爸，一鞠躬。爸爸谢谢你，我们用掌声来欢迎我们女方主婚人，爸爸请复位。好好的拥抱，好好的用身体的温度来告诉对方，亲爱的，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当中，谢谢你选择了我成为你接下来人生的另外一半。韦恩，认识你之前，我其实并不知道缘分是一件这么浪漫的事情。我们大约十多年前，大概十年前，我们曾经在一个场合相遇过，
但是那时候我没有任何交集，我没有对话，你甚至也不知道我在想什么。但是那一次，是我们此生与彼此最近的距离。浪漫的缘分，让我们彼此中间度过了自己的人生，兜了一大圈，又让我们遇到彼此。这一次，我们有了对话，有认识，也有爱。我很谢谢，谢谢你的出现，让我们不再像当年那样子的一眼瞬间。拥有你让我了解，爱可以让一个人蜕变。你的温柔改变了我刚硬的个性，你的勇敢也改变了我做事的态度。最重要是你的笑容，也融化我像牛一般的脾气。真的谢谢。今天是我们两个人共度的772天。未来我们有很长的日子要一起度过，我会一直牵着你，陪着你，护着你，直到我们的人生旅途结束。我爱你。我最亲爱的大王老公，谢谢你让我人生有了不一样的改变，让我感受到有家的感觉。谢谢你，总是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一直在我身边。也谢谢你，总是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安慰我，给我一个很大的拥抱。喜欢你静静的陪着我身边，一起听音乐，一起在海边做任何喜欢做的事情。只要跟你在一起，总是会觉得遇到什么事情我都会很安心，很放心，也很踏实。我们之间的默契，用眼神就可以感受到彼此的爱，这点点滴滴的感动都放在我心里。谢谢你愿意陪着我度过接下来的下半辈子。接下来只要有你的地方，那里就是我的家。我爱你，老公。